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封条最久未复刻角色排行，景元僅排第六，其中一个长达300多天 2.5 神级队伍推荐，追击队直接起飞，流萤黄泉依旧能打 2.6 黄泉，砂金在下半 2.17 星穹来了 2.7 双体系玩法太香了，星穹铁道 2.6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随着版本的更替，除了 2.0 匹诺康尼几位登场不久的新角色除外，大量的角色也都基本上复刻过了一次。本期就星铁最久未复刻角色排行情况一起来看看吧。第六名，景元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六的限定五星角色景元了。景元是 1.0 版本开服登场的角色，距离到现在已经有187天没有复刻了，别看时间长，但是在 2.0 匹诺康尼版本已经复刻过一次了，想要第二次复刻的话估计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了。第五名，影月。然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五最久未复刻角色影月了。影月是 1.3 版本登场的新角色，不知不觉到现在已经是 2.5 版本，整整一个大版本过来，截止到目前是214天没有复刻，之前第一次复刻则是在 2.0 上半黑天鹅卡池，不过据说隐约会在 2.6 上半卡池再次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第四名，真理医生。而说起第四名的角色是真理医生，真理医生是 1.6 版本登场的限定五星角色，距离到现在也已经有237天没有复刻，是目前版本中唯一一位免费赠送的限定五星角色，也是 2.0 之前唯一一位没有复刻的限定五星角色，但是强度丝毫不差。第三名，刃。至于排名第三的角色是刃，刃是 1.2 版本登场的毁灭大 C，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57天没有复刻，虽然长时间未复刻，但是在后续的 1.6 版本中刃也复刻了一次，不过随着新角色越来越多，刃复刻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。第二名，银狼。除此之外就是排名第二最久未复刻的限定五星角色银狼了。银狼是开服 1.1 版本登场的限定五星角色，作为量子战舰的一员，在早期版本非常热门，不过随着后续多个体系队的到来，银狼也开始退出了舞台，截止到目前是278天没有复刻，但在 1.5 版本的时候也复刻过了一次。第一名，希儿。最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一最久未复刻的角色希儿了。希儿是 1.0 版本的大 C，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320天没有复刻，还是非常恐怖的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位超300天未复刻的角色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最期待哪位限定五星角色的复刻呢？星穹铁道 2.5 上半飞霄卡池即将结束，还没抽到的开拓者们倒是要加把劲了，接下来则是 2.5 下半卡池灵沙的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2.5 版本的四大神级配对推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飞霄追击队，首先要说的就是 2.5 版本的顶级配对之一的飞霄追击队了。该队伍由飞霄、知更鸟、砂金、托帕组成，随着 2.5 卡池飞霄的上线，真理医生也被替换了出去，可以说是对单输出天花板，拥有超高阵容上限，其中对于没有砂金的可以用霍霍替代，没有托帕的可以用莫泽或者巡猎三月七也是可以的，缺点就是造价极高，流萤超击破队。然后要说的第二个顶级配对就是流萤超击破队了，该队伍由流萤、软梅、童鞋主、加拉赫组成，也是目前版本的低金平民神级配对，只需两金的成本即可成型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极其友好，伤害属于目前顶尖水平。 2.5 下半卡池的灵沙作为加拉赫的上位，该队伍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黄泉虚无队。而说起第三个顶级配对就是黄泉为主的虚无队了，该队伍由黄泉、佩拉、娇秋、沙金组成，该队伍在很多环境中也是非常能打的，搭配上 2.4 版本登场的限定五星角色娇秋，黄泉队伍的强度也再次得到了提升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0+0 和 0+1 的黄泉目前版本比较乏力， 2+1 的黄泉依旧是主流的一线水平。云离队，至于第四个顶级配对就是云离阵容了，
该队伍由云狸、知更鸟、霍霍、停云组成。该队伍综合能力较强，生存、输出双在线，妥妥的六边形队伍搭配。不过知更鸟最好是一命，队伍完全体成本并不低。总的来说，以上就是截止到 2.5 版本四大顶级配对，其中流萤、黄泉这两位前期登场的版本大师也依旧能打，尤其是流萤的超级破队。随着 2.5 下半零杀即将登场，还会迎来一波大加强。所以说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星穹铁刀 2.6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。有关于 2.6 卡池复刻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影月、砂金、黄泉这三位角色会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2.6 卡池新五星角色乱破强度相关的消息了。最近有关于乱破这位忍者少女 V4 的技能改动也终于来了。简单来说，乱破在虚构加强了，混沌和末日则是削弱了，到时有点限定赛道了。这下真就是虚构击破大 C 了，不过专武却被砍了，说白了就是对群的角色，六命的话倒是有点离谱。当然了，具体还得看后续上线后的实测。而在后续的 2.6 版本中，除了10月11日即将到来的前瞻直播和300原石兑换码奖励，以及 10.8 日 2.7 卡池新角色例会的公布外， V4 新增了240星穹的奖励。所以说新的模拟宇宙总机会有2170星穹的奖励，奖励虽然不多，但也算是不错了。至于后续的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星期日 SP 停云这两位五星角色会登场，其中星期日是五星虚数同鞋，机制和召唤、拉条、充能有关，疑似和后续 3.0 召唤体系有关。 SP 停云的话，机制据说和烧鞋有关，超级破拐是流萤超级破售后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说对于 2.7 卡池两位重量级的角色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